家好，我是正隆公司管理处吴文湛吴协理。造纸业是典型的一个循环经济产业，也是社会迈向脱碳的重要推手。那正隆自2019年启动智慧造纸 4.0， 以 SMART 五大低碳策略，并以再生能源、再生循环为利基，扩大化本土产业的一个碳中和能力。那我们每年透过将160万公吨的一个回收纸再生，为台湾贡献减碳约930万公吨。同时，正隆也持续自身改善再生能源、循环经济和创新应用等四大科学减碳路径。我们希望以最落实的一个策略来迈向2050年碳中和的目标。守护地球升温不超过1.5°C，真的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。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就要落实低碳的一个生活，将这个低碳生活融入到我们的一个日常。所以正隆面对这个气候变迁，我们积极透过三个面向：第一个，落实永续的治理，推动 3R+ 的全循环，以及打造绿色供应链，致力于实践2050年净零生态系。同时，我们也提供市场多元的低碳产品，帮助客户来减少包装材料的一个碳足迹，让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够透过一张卫生纸、一个纸箱来做一个轻松减碳，落实这个低碳的生活。地球只有一个，所以我们从个人、企业到政府，大家都责无旁贷，保护地球，避免持续的一个升温，不仅仅是一个承诺，更是需要立即的一个行动。那正隆已经筹组台湾造纸业的首例产业碳中和联盟，包含我们的供应商，还有我们的客户。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碳中和产业联盟，牵连造纸产业链上下有20多家企业，大家一起携手来进行碳管理。那包含碳组织盘查，以及产品的一个碳足迹、节能减碳等等。减碳需要大家一起来，减碳我们更需要产业链共组这样的净零的一个生态系，一起打这美好的仗。